弟弟，你爬下去再爬上来一次。小橄榄，对，爬下去再爬上来。对，慢慢下去。好，弟弟，小橄榄，再爬上去，爬上去，用力，用力。好了，来慢慢下来。爸爸，要不要打姑姑？好，你去打一下姑姑。对，打一下姑姑。对，再拿一根棒棒棒，好，打打看姑姑。爸哟，来吧。你要坐着打吗？要不要坐椅子上打？要。打打打看啊，弟弟。弟弟打姑姑，嘣嘣嘣嘣嘣。小橄榄，你要跟妈妈说什么？你看，小橄榄，要下去跟妈妈吃饭吗？啊？哦，对，你要踩脚踏吧，来，踩看看。要不要踩大鼓？踩大鼓，那一个那一个，去踩那个，嘣嘣嘣。Thank you.
先打到这里好吗？你要不要跟妈妈说什么？你说，启树妈妈我爱你，快点，跟荧幕讲，小可兰，你说妈妈我爱你，妈妈我爱你。